别刮胡子了。明黄的驼铃随风在飘零，前世被敲醒。Gangnam Style， 大开杀戒！日落西山呐、神通战将封神姜太公，嗯哎嗨哟，诸葛亮七星台上借过东风了吗呀虎孩，嗯哎嗨哟，诸葛亮七星台上借过东风了吗那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吉林卫视的忠实粉迷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走进好戏登场，好戏登场，欢乐共享，好戏登台，欢乐开怀。哎呀，旺哥啊，咱俩合作太默契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呢，来到咱们好戏登场的演员，那是相当给力的，相当给力了。那明星大腕都在后边候场呢，都在那候着呢。真的。下个节目知道什么吗？哎呀妈，我不瞒你说，不瞒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，那接下来这小品相当搞笑了，相当搞笑。那个吧，请问什么名？造爹计划。造爹计划没听说过吧？没听说过，也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哎，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造爹计划。好，姓张，我不管你是黑猪、白猪还是花猪，将来有一天，我要给你红刀子进去，白刀子出来。不是你作死啊你啊？你要发啥疯啊？张大宇他儿子当班长把我气的，
不是人家孩子当班长，你生啥气呀、啊？咋的？凭啥他儿子当班长，我姑娘不当班长啊？啊，他不就是一个卖肯德基的吗？卖肯德基咋的了？不比你个杀猪的强啊？啊，你说你一身荤油味儿，没文化，没头脑，没素质。我没素质，我有甲状腺。我说你没素质，没志向。我没志向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看我的职业是杀猪，但我的志向很特殊，将来有一天我要在全国的所有肯德基对面都开上一家肯德猪。你老跟张大宇较啥劲呢？凭啥他儿子当班长，我姑娘啥也不是，怎么的？当班长也重男轻女啊？啊，不是，那一个破班长谁愿意当谁当去呗，咱们演戏那干啥呀？咱们家孩子当班长我还怕影响学习呢。你都不知道，那昨天张大宇一看着我，那家伙咋嘚瑟的啊？哎呀，我儿子当班长了！你看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咽下这口气。啥？啊，我要出出这口气。吓我一跳！你说你，哎呀，张大宇，你不就有俩臭钱吗？啊，但我也不是一般人啊，我花2块钱中了500万大奖，啊，怎么的？人不可貌相。你别人瞧不起我不好使。我一听你说这话，你就想出啥馊点子了。哎呀，我研究了一个造爹计划。造爹计划？我听过造儿子、造闺女，我咋没听过造爹呢？不知道了吧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老家贼，你永远鬼不过我这老药子。哎呀妈，老药子！一会儿我就让你明白啥叫造爹计划。一会儿明白。大胆逛。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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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咣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别说，还真挺像哈、啊！哎呀，我这当家的呀、啊，你这演的哪一出啊？哎呀妈，这老板当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鄙人是中国吉林省肯德猪总经理。煎吃一窝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吃一窝，你咋不说拉一裤子呢？你懂啥呀？那叫英文字母 CEO， 是首席执行官的意思，还吃一窝呢？不是，我这真做名片那小不够意思。哎呀，你这么尖端的问题，你应该告诉我呀！中国吉林肯德猪连锁总店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辈子你算跟猪干上了！我告诉你，没啥事看看书，啊，多研究研究猪，哎、猪文化是大于研究价值的呀！你可拉倒吧，这辈子我嫁给你呀，算是掉猪圈里头了，还研究猪呢？看着没有？啥最可怕？没文化最可怕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哈，孔子云呐，说一日不读书，无人看得出；一周不读书，说话稀里糊涂；啊，一个月不读书，你的智商输给猪。哎呀呀，行行行，别拽了啊！原来我就没你聪明，行了吧？哎，这话我也听。你可别出去给我丢人了。丢人？这名片昨天我发出去200多张了。发200多张了？哼。你都发给谁了？发给谁了？发给咱们姑娘海燕的班主任了。发班主任了？我要让他班主任知道，海燕也有一个当大老板的爹。你不搁那吹牛呢吗？吹啥牛啊？骑驴看唱门走着瞧，不超过3天，我姑娘就能当班长。什么？可真是养猪，说这么。
么个铃声？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国吉林省肯德猪连锁总店。爸，你可别吹了，我是你女儿海燕儿。哎呀，整半天是我姑娘啊！啊，这里是杀猪专业户高大富，女儿有话请讲。爸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今天呢当班长了。怎么的？当班长了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师还表扬我了呢，说我班长当的非常非常优秀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姑娘啊？今天放学早点回来，老爸给你做好吃的，给你烤全猪。好嘞。我把咱家跑拉子给你杀了。怎么的？听着没有？啊，我姑娘当班长了。哎呀，昨天发的名片，今儿就当班长了啊！张大宇儿子今儿就下课了。哎呦我天哪，那今后咱们得跟那班主任多走动走动啊。没错，这话说的在理。嗯，媳妇儿，从明天早上啊，咱们姑娘上学，每天早上给班主任都拿二斤猪肉。哎呀，当家的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你这脸上怎么那么吓人呢？喂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国吉林省肯德猪连锁总店，你哪位？你好，高老板，我是西北风广告公司的。你是什么风？西北风。西北风。你一听这公司的名，他都吃不饱饭。那个有事吗？您昨天给了我一张名片呢。我昨天给你名片了？对呀。我们想为您的连锁店做广告，全年广告费不超过50000。不做。我爱人呐，是你家海燕的班主任呐。这是海燕班主任呐。这广告那不做能行吗？那必须得做呀。你这样，你把那个账号啊发我手机上，一会儿我把钱给你打回去。好的好的。好，哎哎，好嘞。哎，打啥呀？你那买卖搁哪呢？啊，你花50000块钱做广告，你疯了？还我买卖在哪儿呢？买卖在学校，在咱姑娘身上。孩子就是咱们的买卖，孩子就是咱们一切，孩子就是咱们财富。你哪来什么肯德猪连锁总店呢？哎呀，快快快点支，让你支你就支得了，你老磨叽啥呀？啊，打掉牙带血吞，咱们得认这个事儿。嗯，50000支付成功。对了呗，你别说50000，我告诉你就100000咱都得认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国吉林省肯德猪连锁总店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民间慈善协会啊。这什么慈善协会的？听说 您是商界的成功人士啊，希望您能够捐出部分善款用来捐资助学，只要你捐助善款达到100000元以上呢，就可以被收录进民间慈善名人堂了。不是，看到没有？说10000，10000就来了。不是，我发现你这个破嘴，你开光了啊？那怎么好事说了不准呢？坏事一说就灵呢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呢？是您昨天给我的名片吗？我昨天给你名片，我昨天都在学校了，我也没上你们慈善协会呀。对对对，就是在学校给我的名片嘛。我呀是慈善协会的名誉主席，我叫我爱人呢。是你们家孩子的教导主任。哦，那这100000我捐。你这样，你把你的账号发到我手机上。哎，好的好的，马上发过去。不是，你还真捐呐？啊？你懂啥呀？啊？那教导主任比班主任还大呢。网银支付。这不捐不行啊！你不捐不行，你这不捐，班主任没有教导主任说了算。10万块钱呢？你快捐吧！啊，媳妇，你接，你接，你接，你快接！哎呀，你接吧，你接，你接我可不接。喂，高老板你好。啊，您不认识我吧？您说话呀！
但是我老公吧，你肯定认识。我老公啊，是你家海燕学校的校长。你装我秘书，就说我接电话不方便，我在外地，啊？喂，你好，我是高总的秘书，我们现在在外地，不方便接您的电话。啊？是，在外地，那咋不能方便接电话呢？哦，我们现在在飞机上，飞机上是不能接电话的。比猪还笨，飞机上不能接电话，你这干啥的？你不这么比划？我比划是说我飞走了。你可倒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呀能方便接电话，因为呢我是在我的私人飞机上，有事你说。哦，啊，那就好。听说您的连锁店要开业了。啊，还没有呢。那个，我这连锁店呢没开业，因为没租到店铺。哎呀妈，太好了！那我在市中心呢，正好有一套门市商铺，优惠价每年20万就给您。我就是为这事儿啊，才给您打的电话。行，你这样把卡号发过来，我给你马上就汇款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那高老板呢？要不您抽出时间看看房子吧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。哎呀，哎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谢谢您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哎呀，你好，盖，再出去发去啊！再整200张去。这家孩子当个破班长，把你咋呼的？网银支付。支付啥呀？20万还拿呀？别说是20万呢，就3。你说这闭嘴吧，你可不能拿了。媳妇，你听我跟你说哈，如果这20万不拿，前面那15万就等于白瞎了。我认可那15万瞎，这20万我都不拿了。你看你这女人咋这么死心眼了呢？行了，你是我活爹，行不？支付。哎呀，这么一会儿，这几十万就出去了。20万支付成功了。你看你这人呐，你怎么老心疼这俩钱呢？啊，当初咱们不也没钱吗？是吧？钱不就是花的吗？当初我2万块钱，我不挣了500万吗？不，2块钱还2万块钱呢，气懵了。当初我2块钱不挣了500万吗？怎么样？2块钱中大奖，花35万给我姑娘买班长，将来我女儿上状元榜，一问她爹是谁，我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大班长回来了。爸，大班长请坐。快来，姑娘，请坐。哎呀，姑娘啊，班长当的会当吗？咋当啊？姑娘啊，你知道你这班长应该咋当吗？咋当啊？狠点给我收拾张大宇的儿子。你收拾人家干啥呀？得，你别问这些了。这么的，爸问你，班长当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，你这孩子咋这样呢？咱不，你这孩子可是啊，50多个学生就一个班长，你当班长没找着感觉？爸，我们班52个学生，52个班长。不，怎么回事啊，姑娘？妈，我们老师说了，从小就培养我们的管理能力，开始实行一日班长制，让每个同学都轮流当一天班长。今天轮到我了，我是班长，明天我就不是班长了。妈，妈呀，妈呀，爸，你要干啥呀？哎，我要大开杀戒。哎妈呀，我把他们全杀了。哎呀，咱们35万不要了，你可别想不开呀，你呀！我是说把那些猪全杀了，抓紧把那35万挣回来。你说这小品看的哈，不是我就纳闷了，你说这当爹的这也太没正事了。什么是咋的？这哪是当父母的呀？这没事，你说这净教那孩子歪门邪道的，他有那功夫教那孩子好好学习多好。你说结果咋样？这钱还没少花。你看你看是不是？哎，下一个节目什么节目呢？下一个节目啊，
你猜呢？是不是应该是绝活了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今天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啊，你看着你不就知道了吗？那来吧，爸，哎，绝活那俩人来没？绝活啊！Thank you. Welcome to China, 吉林. My name is 刘亮. Nice to meet you. 鼓掌的 I love you. 为什么演员上台管大家要掌声呢？因为要别的你们也不给呀，对不对？大家的掌声非常重要。就比如说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一个明星，2008年《星光大道》有个盲人叫杨光，大家都记得，非常有才，模仿各种名人说话的声音。要说模仿，咱们中国还有人才，谁最厉害？咱们中国第一位口技大师洛桑，大家都知道。你看人家那口技，模仿什么长号、短号，洛桑最拿手的口技模仿架子鼓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如果掌声再激烈，我用我的打法给大家打一段架子鼓。这是大鼓、小鼓、非洲鼓，来点节奏。谢谢。说句实话，大家的掌声这么热情，并不是我表演的好，而是在场的好朋友捧场。大家伙这么捧场，二人转现在讲究综合艺术，说唱伴舞绝，什么都有。刚才也说了半天了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谈不到唱，给大伙嚎一个，把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把一首刀郎的新歌《大敦煌》带给所有的好朋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再给大家找一找刀郎的感觉，刀郎那种嗓音比较沧桑。我不撒谎，这首歌我轻易的时候我都不唱，就我去年我就唱这首歌，我唱完第一句就那掌声哇一下就上来，我唱完第二句，哎呦我天哪，还有呐喊声，谁知道今天了。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的演出才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，大家的情绪如此给力，那么好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宝，让大家开一开眼界。我的搭档是我们导演不惜重金给我请来的女嘉宾，女孩子爱面子，有请我的搭档，著名歌手那英的远房表妹猫头鹰闪亮登场。哪块带劲？你看看，嗯，你没发现我今天好看了吗？哪儿？仔细看一看。嗯嗯，你刮胡子了？你忘吃药了你啊？谁忘吃药了？能不能说点好听？你像人二人转的女演员，最基本的都得长得大高个水灵的。我长得不比较可爱吗？你长得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似的。你会啥呀？你就瞧不起我呀？还我会啥？你会啥呀？我在我前面，我那口技哪个啊？模仿架子鼓，不就整那个什么玩意儿啊？
噗呲咔呲呲不咔呲，是这个吗？哎呦，满桌多那胡还口技，那是啥口技呀？你们仔细想一想，那不就是往麦克风里头吐口水吗？那家整那大鼓是不是这么整的？一顿喷，我整那个小鼓，完了再抽回来，整那个埋汰。哎呀，不是你白话啥呀？咋的？你会啥呀？闭嘴！我会的你都没听过。吹呢？唐诗三百首我全会。我这一炮子我就怼死你！小学三年都没毕业呢，唐诗三百首啊？不相信我实力是不是？我就证明给你看。分事儿没办法。什么叫朗诵？哪曲波用刀割，拔毛浇热水，然后盖上锅。啥呀？铁锅炖大鹅。哎呀，把鹅给炖了，好吃啊。哎，小哥小哥，咱俩玩一会儿啊。啊，咱俩玩一会儿呗。玩啥呀？你问我，你是小白兔吗？啊，你是小白兔吗？是啊，我是小白兔啊。好不好玩？嗯，你再问，你是长颈鹿吗？你是长颈鹿吗？你傻呀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是小白兔。你再问，你是小白兔吗？你是小白兔吗？告诉你几遍了，是还老问我。你再问，你是长颈鹿吗？你真以为我傻呢？我都知道你是小白兔，你还说你是长颈鹿，你有病啊你啊！我啊，你是不是傻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傻？你敢打我？我错了，哥，你千万不能动手打我呀！你仔细看一看，我是小白兔啊！接下来，徐小兔给朋友们带来一段。你是谁？啊，小兔啊。啊，接下来徐小兔给朋友们带来一段新作品，让大家感觉一下什么叫天籁之音。你还带来什么新作品？干啥呀？你白话啥？你会唱歌吗？来了这么多好朋友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国好声音新四季歌，带给大家 music。看见了吧？这俩演员搁哪儿找来的？这就是绝活啊！太绝了！我也有绝活。你拉倒吧！不是，啥绝活、啊？所谓绝活就是别人不会的，啊，就他会，这叫绝活啊！这别人不会的，我会，这叫我的绝活啊！那接下来咱给大家请上来一个，就是民间艺人的爱好者呗。看看我今天的戏迷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啊，是哪位？谁呀、啊？请看 VCR。薛桂枝，对对、啊，年龄60岁了，60岁，对、我这边非常喜欢二人转，在咱们我们海门市呢组装小团儿，自费呢办这个团儿，那、团儿没啥事，我们就唱唱，
跳跳、哦、原来吧我身体非常不好、哦、总有病啊，就是三四次大手术。看您现在这精神头挺好的呀。就学二人转学的那个，就学年轻的嘛。啊，就从哪学二人转之后心态好了。对呀、啊、就是啊，完了然后我组完这个团以后，我年年自费，啊、给我们团里买服装了，啊、买道具了，啊，我走到出国也买，专门买西装，走到哪里我就是有兜里一分钱，我都买西装穿。啊啊啊！那阿姨，那你看你这么喜欢二人转、嗯，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二人转、啊？我就是退了休以后。退了休有病了，看你那广场这帮跟我同龄同龄的人都学暗算呐、唱跳了，我偶然的机会就跟他们结伴了。结伴了，我就是开始加对暗算非常执着呀。这家是演的不管好赖也掉不掉碗啊，会不会唱啊？人家笑我笑我也没办法，就是想就是非常喜欢暗算，人家也执着。我老公也会唱两句。你老公姓什么？姓刘。姓刘。刘。那我就叫您刘叔吧哈、刘叔今年多大岁数？61哈、啊六十一。那你看我刘婶就是这么执着这么痴迷二人转，那对家庭肯定照顾要非常的少一点，那您不吃醋吗？不是，那我非常支持，非常支持。原来他有病，从我唱二人转一点病没有了，天天乐他是、是吧？是吧？他活没好一天，我再唱一天的了。这个侄子，这不俩儿媳妇侄子。我俩儿子非常支持，那我更得支持了。自打从学了二人转之后，给您带来了什么乐趣？哎呀，这乐趣真的是太多了。起码我的身体好了。身体好了。天天讲话就是晚上睡不着觉都得学二人转呢。是吗？哎呀，就是那基本上吧，那啥玩意儿，就是一到我们演出的时候了，不大有小剧团演出的时候了，戏分完了，我那半醒半也不睡觉背呀。就是这样。你还背台词呢？当然是得背，能不是能上台吗？但是二人转里边什么小帽啊，还有什么正戏啊？那正戏你也会吗？正戏多少会点儿。正月里呀、啊，摊门啊，正啊也正哎，我了我的小妹啊，去逛花灯哎，逛灯它是假意呀、啊，妹儿啊，见你是真情啊，爱你个呀。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看看这个阿姨哈，你说阿姨就是对二人转这么执着。刚才说了说啊，哎，是不是阿姨到了？到了呀，已经到现场了。那就请阿姨，请薛阿姨闪亮登场吧。来，有请阿姨。哎呀，看我哥忘了，多会来事儿啊！大家好。哎，跟我们打声招呼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来来，阿姨来来，站这边来。放松点，咱不紧张哈，有点紧张哈，没事。朋友们，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来自黑龙江省海伦市。海伦市，我的年龄60岁，我姓薛，叫薛桂枝。薛桂枝，我刚才看了，您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小剧团呢？是，都是您自己组建的，是吧？自己组建的，自己太厉害，自掏腰包，自掏腰包，自费，对，哎呀，而且还我听说，你还有个非常理解的。丈夫老公、老公哈、老伴儿，对对对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两个非常孝顺的儿子，对对，和女儿、儿女那个儿媳是吧？儿媳对，两个。哎，旺哥，你不知道、那天我去采访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儿媳妇啊，就是对婆婆的那种支持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我特别感动。这样，阿姨，您能不能就是给我简单介绍您这个什么小剧团呢、啊？怎么组建的，或者是什么感觉？您能谈一谈吗？我的我一个同学会唱人转。我妈就是在广场溜的时候，就看人家在台上唱，挺开心的。她就跟我说：“她说你要唱人转吧，你啥病都没有了。”后来我说我一句儿不会呀。真的不会。我说弯转的拐弯抹角怎么拐的呀？根本不会。以前没接触过。没有接触，根本就没有接触过。是。后来那个我这个同学说了，说我教你，教你小帽。教小帽。那小帽那就学呗，把学的就是你讲话那就照人家比较远去了。那找你们老艺人比，那我真是一点都那。那一点都不行，这咱说。刚才看你唱的就挺好，就愿意玩，就愿意愿意付出。对对对对。反正就是在农村给那个老百姓演了哈，这个也那个武警官兵了慰问了，给那个养老院了老人演，我们还捐资他们。太好。我还得拿钱捐给他们，我还给他们演戏。哎呦，太好。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太好。完了，市里有时候下乡了，农村嘛就是没啥事儿，给完地的时候，给他们演演。都是我们自费出车出马的，
是吧？啊，就是自己家出车，啊、每一场演出，每场演出，不管你到哪儿演出，每一场演出都是阿姨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儿媳妇都给我拿钱。嗯，我两个儿媳妇特别孝顺，在这里说事儿。那天我已经感受到了，真的是特别孝心。说心里话、本来阿姨身体就有病。但是呢，他为了照顾这些弱势群体，自己出资。我听说去年又买了一台舞台车，也一个流动舞台车，也花了好几十万。对，好几万。真的，真的，阿姨，对你此举啊，我跟海燕向你表示感谢，谢谢，谢谢您给我们，您给我们正常人带来欢乐，真是很不容易，真的表示感谢。这样，阿姨，您能不能看看？真的，给你来都给你掌声了。哎呀，这么多掌声呢！谢谢，谢谢。所以说啊，阿姨。咱们唱两声啊！那唱两句吧，完不带唱就得包含点儿。哎，这别！你咋的？我这不带。既然来了，那你唱两句吧。到底得展示一段啊！对，展示一段。行，可以。展示点，咱们跟乐队来个什么？来合作。乐队老师，来个小看信儿吧。来小信儿，来小看信儿。来个光老师搭一块儿，啊，跟我唱啊！对呀，那我也不会，能不能叫海燕是男女的呀？来，叫你大姨吧，来。对的，对的，阿姨都知道了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你都属于专业团队了，这自个都演出团队，你说我。你就别笑我，在你跟前我的腿都嘚瑟有点，真是。您嘚瑟我更嘚瑟，因为您是老艺人，一看，哎呦，来，叶队老师。女儿的小打扮呐、要把喜来欢呐、大姑娘长得呀呀天仙呀，打扮起来多体面呐、你的牙齿又飞来飞来，打扮起来多体面呐、谢谢阿姨，祝阿姨身体健康啊，长命百岁啊！谢谢阿姨，谢谢，你看，哎呀，我说心里话，就咱俩这主持的衣服都没有人的新鲜。舞台呀、还得交给我们下一个节目，你知道吗？行啊，叫二人转传统剧目《神调》。哎，来，有请大亮。人间今夜星光多灿烂，明星荟萃大联欢，吉林卫视好戏登场，说学逗唱节目全，绚丽的灯光颜色美，乐曲动听人喜欢，歌舞戏剧加小品，二人转小帽浪得欢，大亮我站台前唱对神调大串联，今天不把别的表，我把咱吉林省自然风景旅游胜地风俗人情神奇特产简单表一番，朋友们能不能来点掌声鼓励咱呐、哎呀吉林省不一般，有山有水有平原，山江源头天池水，森林覆盖长白山，山上白雪常年在，山下绿水汇成川，名山圣水传佳话，物种天成最齐全，灵芝猴头黑木耳，山珍野果美味鲜，人参貂皮鹿茸角，珍贵草药数不完，动
北猛虎梅花鹿，黑熊野猪万万千，翩翩起舞丹顶鹤，那么插干湖鲤鱼更欢，美人松柏姿多彩，瀑布飞流水连山，鸳鸯池边松花恋，黄龙府旁大观园，花红柳绿风光美，一望无际好良田，人杰地灵风俗好，历史悠久美名传呐、啊，哎哎哎哎呀！唱的是啊，咱吉林人热情好客情义重，来人去前表在先，客人到家先做饭，大碗酒肉桌上端，那么喝口酒来吃口肉，放下筷子点着烟，唠嗑净唠知心话，直来直去不颠憨，你要有事我先到，那么你有困难我掏钱，善良义气又勇敢，交朋好友不藏奸，勤劳朴实更能干，困难面前腰不弯，吉林人优点千千万，我一时半会说不完，不信你去看一看，眼见为实不虚传，有心接着往下讲，话要说多有诗言，咱共同交流好经验，勤劳朴实美名传，尊老爱幼传盛世，共建和谐美好家园，小日子过得晒神仙呐、啊！哎哎哎哎呀！碰着不要喊，互相谦让不要烦，看我唱戏有特点，扭的不好的是地官，模样一般不难看，吐字清晰词句全，专门爱说大实话，从来不会扯大篮，没事常看二人转，保证越看越心宽，又解疲劳又解困，那么又解痛苦又解烦，少喝酒来别生气，没事尽量少抽烟，酒大伤身后悔晚，脾气暴躁惹祸端，抽烟害人也不浅，又呛肺来又伤肝，无论品牌多高贵，点着都是冒蓝烟，那么抽烟过重常咳嗽，咳咳咔咔吐粘痰，老人抽烟气脉短，小孩抽烟嘴发干，危害自己还不算，那么常惹别人心发烦，乱扔烟头更危险，造成火灾受牵连，轻者被罚交现款，重者入狱住牢监，公共场所更明显，禁止吸烟标志全，上来烟瘾不顾脸，那么憋着眼睛哇哇蓝，偷偷摸摸抽一口，呛得别人把脸翻，同事中华炎皇后，何必让人下两关，那么特别学生年龄小，千万不要学抽烟，养成一个好习惯，那么保证身体是本钱，只有健康才是福，开创事业不费难，树立文明新风尚，共同维护绿色环保，舒适美丽幸福家园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一生幸福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进宝，九紫登科，十全十美，百事吉利，千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一生保平安呐、啊！哎哎哎哎呀！好了，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吉林卫视的忠实观众们，我们这期的好剧登场就要跟您说再见了。是的，我们的口号是东北。再见，观众朋友们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再见。日落西山呐、啊，黑了天呐、啊。